超级课堂讨论课，今天话题说点啥？你看好哪个蛋糕了？一号、三号、四号。行，我给你打包啊。一共多少钱？一共320。下节课程很精彩，铃声一响，接着来。上课，起立。同学们好，老师好，请坐。共同走进超级课堂，我是学员周全，我是班长大杨。我们的口号是：上课我们是认真的，搞笑我俩是奋不顾身的。啊，没错啊，我们超级课堂又开课了，开课了，都准备好了吗？班长啊，今天是几号了？又有啥事儿啊？你就直说吧。我听说了，我听说呀，咱们组新来实习那小伙儿，那小伙儿要过生日了啊！啊，是啊，怎么的？你有点啥想法？要给人买蛋糕是吧？三号、四号蛋糕，快点快点，给我算算，一共多少钱？6000。你是不是打电话呢？啊，那个涛哥，我这说那个买沙发的事儿呢，不好意思啊。买啥沙发呀？快点的！啊啊！哎，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这儿还得卖沙发呢，我还得卖蛋糕呢。哥哥，你看好哪个沙发了？嘿，您看好哪个蛋糕了？一号、三号、四号。行，我给你打包啊。一共多少钱？一共320。哦，这还行。您的蛋糕，真漂亮。哎，十，300，123，正好。好嘞，太好了，姑娘。嗯，打完折了吗？已经打完折了。还能不能再打？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优惠啊，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给，这是给你女儿的柠檬。太够意思了，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的。谢谢啊。嗯，放这里。走了，哎呀，蛋糕买了，饶了一个。住口！好吃吗？咋的了？您交钱了吗？不交了320了吗？你那320是这三个的，那个还没给钱呢。这不是饶的吗？饶的，您快饶了我吧！就这一个蛋糕，够买你这三个的了。为啥呀？这蛋糕多少钱啊？580。你们什么店呢？哥哥，您来这儿看，这是我们蛋糕店里的镇店之宝——齐天大圣。你刚才把齐天大圣给吃了。我吃了个猴啊！我们这个蛋糕叫齐天大圣。你起来，我从这儿拿的。我看，妈呀，齐天大圣！你这字儿不拿放大镜根本看不着。哎，你们这什么？算我倒霉，人家拦住这师徒四人嘛，都是为了吃唐僧。我妈吃猴，我找死了我。霍哥，你吃这里边的金箔了吗？什么金箔？可食用的金箔呀，要不然这蛋糕能那么贵吗？就刚才上面那个红纸啊，我那是金箔。哎呀妈，我给扔哪儿去了？你扔哪儿了？哎，郭哥，我看你鞋底下有没有啊？顺便鞋底下了，没有。你呢？我看看。没有。哎，我刚才就在这儿转悠来着。这，哎呀，行了，郭哥，你别找了。你还是把那个蛋糕钱给我结了吧。能不能打点折呀？这已经是打过折的了，580。真受不了。你哆嗦什么呀？废话，不是你的钱，你当然不哆嗦了。都给
我这张嘴呀、啊。回家给我女儿吃。你等我。干啥？你就没拿点我店里其他的什么东西啊？就这三个蛋糕还有孙悟空。你再想想，好好想想。想什么？你松包。包？把包打开我看看。呀，是谁放的？我还能我放的呀？不是，我没动啊。你别动，证据确凿。怎么样，郭哥，你是在这儿把这个刀叉钱给我付了呢，还是咱们上派出所说去？这个小姑娘，你太过分了，你。这谁给我放的？不是我给你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人是充满正义感的。我告诉你，我虽然不是什么名人，但是我也有肖像权。把手机给我，我拿来。给电视上都演了，说歹徒可千万不能刺激他呀。删了，把云端上给我删了。我还没传上去呢。还给你。我不要了，给你。谁要你这破玩意儿？说，谁陷害的我？谁在这里面放东西了？我承认了吧？啊？你说你长得不难看，怎么净干难看事儿呢？啊？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我是因为这张大爷要过生日，我怕他手抓着吃蛋糕，行吗？这你做的是好事啊，那为什么要陷害我呀？哎，我回来了。救命啊！不要，什么救命？你干嘛？你要把我小姨子怎么样？啊？不是，小姨夫，你干啥呀？你要把这姑娘怎么样啊？我把她怎么样？我来跟你说，她在我们店买了蛋糕，然后偷了刀叉。是这么回事儿啊？误会，误会啊！啊，那个小姨夫，你先把那个叉放下。我不。你把它放下。我不。你不放，我给我小姨打电话。这可真灵啊！对，我跟你说，我小姨夫特别怕媳妇儿。哎，对了，你有男朋友了吗？我刚交了一个。什么？对你好不好啊？挺好的。是啊，那你俩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？这还没到那一步呢。是我们今年刚准备买沙发。啊，是吗？因为都要布置新房了。那个是这么回事儿。你刚才不让我送张大姨夫刀叉吗？啊，然后我就相中那套了，然后我掏钱准备结账的时候，我发现没带钱包，然后我不就得回家取吗？然后走之前我顺手啊就把这个放到我小姨夫包里了，然后我一回来就看见你俩在吵架。你呀，哎呀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郭哥，真对不起，我刚才误会你了。不，您等会儿吧，我刚才呜呜喳喳的，没吓着你吧？没有。哎，行了，这是我要的，来，那个正好给我打包，我付账。你不用，这样，今天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？这个刀叉呀，就算我们店送给他的礼物了。不，那怎么能行啊？那我钱白取了。那这样，我给你打对折。哎呀，谢谢孩子。我跟你说，这孩子不光长得不难看，干的全都是不难看的事儿。是，真好啊。哎呀，这样，这蛋糕还有这刀叉，就算咱们三个人送的，行不行？太好了。待会儿我们去看张大爷。哎，你有空没有？我现在不行，我还上班呢。这样，我下了班我就过去找你们去。行，好呀。张大爷呀，最喜欢我了。哎。哥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帮我录一段祝福视频，让张大爷先高兴高兴。哎呀，好，在哪儿？哎，咱在这儿录。好，行。让我找啊。开始。张大爷，我给您唱一首生日快乐歌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。这孩子跑调。四句一样啊！逗你们呢、啊，来，哥，咱一起给张大爷唱一个。好，我怕被你搅和跑了。来，准备啊！啊，预备，开始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
生日快乐，张大爷，祝您生日快乐。我没跑吧？别动，金博。要是去买这个蛋糕，整出这么些事儿来，你是不是又得批评我呀？所以说，你就别乱整事儿，瞎操心。人家过生日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这么上心呢？那我就想吃个蛋糕，就这么费劲吗？这点太费劲了，想吃是不是？自己买去，你这绕来绕去的。走进超级课堂，我是学员周全，我是班长大杨，武艺高强，百团大战，看看今天谁惊艳亮相。因为我帅呀！哎呀，宗茂同学，牛我都吹出去了。哎，但是我美呀，美呀，美呀！走，你瞅啥玩意儿？首先是得这个，准备回头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你看大哥的，哎。我发现一个问题哦，我这个优等生这不是要比赛了吗？来呀，来呀，快！啊！掌声说明白。接下来登场的是长春南航社区梦之舞团队，哇，这个名字好大气哈！他们为我们带来的参赛曲目是《中国歌最美》，掌声。啊，这位呢，这位阿姨是我们这支队伍的队长，然后这位阿姨是副队长，这位叔叔是队伍当中唯一的一位男士哈，非常的好。在这儿要采访你们一下，第二个登场，然后对比一下第一个登场的队伍，你们觉得自己发挥的怎么样？我觉得我们跳的第一是有朝气、活泼、欢快、喜庆，还变队形比较多，要比第一个能瞅着呢要胜一筹。啊，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，是吧？对于这支队伍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半决赛当中，有没有信心？有信心。有信心哈，但是有信心，我觉得能拿冠军是吧？那这样吧，我们所有的这个队员一起喊一下，我们要冠军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我们要冠军！非常好啊！我要采访一下这位叔叔哈，因为刚才我也说了，我说这个今天第一位登场的男士就是您了啊。这个生活在众多的美女当中，其实还是很有压力的哈。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心情吗？我没有什么压力，还比较高兴和他们大家在一起，因为我们队伍还有男性，因为今天有事没来，哎，所以说比较高兴，要不在家也没啥事儿。啊，这是当过兵的。啊，当过兵的是吧？啊，甘愿为各位这个美女做配角了，是吧？对。希望你们能够取得好成绩哈！最后在队长的这个带领下，我们一起喊出我们队伍的口号，面对着我们的摄像机镜头，好不好？我从健康，我从快乐，耶！好，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八仙梦之队舞蹈团，他们的表演类型呢应该是国标体育的运动方面的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没白练这两天。我非常喜欢这个国标，老大姐可以教我。两个招式，俩招式。大杨哥，我对叔叔阿姨有信心，对你不太有信心。没事，我成绩不算，我学学。好。好。哎呦。亮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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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亮了
亮，这边亮相，这边亮相，对，那对呀。不错呀，大杨哥。哎呀，下一张。难度挺大啊，但是大杨哥，你的表现已经出乎我的意料了，已经很好了，你就不要谦虚了。你大牛嘴还说呢。对呀，对呀。慢慢练吧，以后有机会我加入你团队，好吧？跟你们好，也希望你们取得好成绩，喊一下我们的口号。我们的口号是：舞出快乐人生，争做百岁舞星。
颠覆了我对于传统广场舞的概念，对吧？可能我觉得刚才我也说了，像凤凰传奇啊、筷子兄弟他们这样的歌曲可能配上哎，大家那样跳才叫广场舞。其实我们这也都算是广场舞的一种类型，也代表我们老年人的一种生活方式、生活状态。而且刚才我留意到一个细节，可能在所有参赛队伍当中，我看到我们很多位男士年龄也不小了，对吧？整体的这个年龄构成应该算是偏大的一组了，对吧？72.5。哎，您瞧，就72.5，因为刚刚我采访的时候问到这个问题，一般都是在64-65岁左右哈，70多岁。那么我们团队中最大年龄的是哪一位？您告诉80。请到我们的前面来好吗？来，老先生有请。哇，您这个气色哈，您这个精神头真的看不出来，80岁了是吗？哎呦，哎，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接触这个舞蹈的？5年前吧。5年前哈，觉得这5年通过这个舞蹈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了呢？使自己吧。这个心情呢更加愉悦了啊，这个身体呢更加健康了，嗯，这个生活呢很有品味了啊，是这样啊。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，也接触到了很多同龄的朋友，对吗？对，朋友圈多了，多了哈，让自己感觉到自己晚年生活非常幸福，对吗？对。然后，您说，特别是在这个新时代，新作为这个赶上这个时代，嗯，我们感到呢更幸福。作为您来讲，您作为团队中的这个老大哥啊，最年长的人，您希望自己的团队能够取得什么样的好成绩？我希望我们能取得前3名吧。哎呦，您，咱得这么说哈，想得远才有可能会实现，对吧？心中要有梦想，万一实现了呢，对吧？这样哈，我们的老先生和队长带领我们的团队喊出我们队伍的口号，让我们全省的观众朋友们听一听，好不好？祝快乐的人生争做百岁无限。劳逸结合，又到了课间操的时间了，一会儿班长还要点名，稍事休息，马上回来。广场舞大赛烽烟燃起，明星主持人加盟各支舞团战队。哎，老师，这学生特别笨呐，左脚在前，弓也在腰，节奏有点儿疼。陪您一起跳，带您一起玩，还给您的舞团做代言。你得笑点美呀。每支舞团将在都市频道各档节目里和网络直播中大展风采。你轻松点，你看你这阿姨能咋跳？你轻松。评委打分加网络投票将最终决出获胜舞团。中海地产杯武艺高强百团大战，吉林省电视广场舞大赛。广场舞大赛，跳出健康。太快了，一转眼下课的时间到了。哎，没上够的不要紧，明天傍晚5:20准时打铃，千万别迟到。最后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。已是无言。